啦，这个厝正是搬家的，去青叶土豆咧食，啊，所以咱甲放这个地条线落吼，袂用会发现安尼咧。啊，只要若飞到遐的时阵吼，较会惊，较袂容易食这个土豆安尼啦。土豆种落了，就爱随甲放迄个地条线落，互伊翻耕，安尼只要较袂容易食。尽量咱就爱随落去放啊，咱一般会用迄个土少甲堆堆。飞啦！我即马北方吼，迄日头，但是啊，放落就飞走去啊，还放伫我土甲地条里安尼。